通赚。路边就爱较勇敢，有时天会光，有时天会暗，也袂永远这呢惨。皮薄开人怕人，汗水会咸重。才冷淡，想着予人心会寒，叫一声落魄的男子汉，就爱伊冲出梦中的难关。东山再起，名声搁流传，永远留予人地流乱。到了到了，这是一个坐落在山上的一个好大好大一个中国佛教寺庙，看一下极乐寺。哦，真可以。停车费1元，极乐寺停车场1块钱倒是不贵啊，折合人民币1.5块。就是刚才有个朋友留言说，在这个马来西亚停车的时候还是把头盔收好，好头盔容易丢啊，这不像泰国，还是得注意点。当然了，在这个寺庙应该问题不大，但是我还是养成一下习惯吧。就在半山腰上，下边就是槟城。这个寺庙现在做外墙啊，
赏一会儿雨。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，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，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，点击进入，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，大家记得点赞哦。